亲自这样画。画面上这位法国艺术家啊，特别把他在正滨渔港写生的作品送给基隆市长谢国良，以表达对基隆各界的感谢。这次法国艺术家来到基隆进行文化艺术交流，获得很大的回响，对基隆这个港都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是就是法国艺术家 Bakila， 他亲自在我们基隆正滨渔港那边的和平桥，然后看到我们基隆的风景，然后光影的变化，亲自在那边写生，那特别有意义，所以就是送给市长，然后作为纪念，感谢市府。基隆市长谢国良跟文化局长江庭梅特别跟这位法国艺术家来会面交流，而策展人余家芳是旅法的艺术家，这次特别引介他来故乡基隆，也希望能够促进基隆重新成为异国文化交流融合点，这一点市长谢国良也相当认同，希望基隆青年回乡一起来推动画作来跟我们分享，那能够远从法国回来，我们非常感谢，那能够替法国的艺术界跟我们基隆搭起一座桥梁，那很感谢刚刚送给我的画作，那我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包括法国及欧洲在内的更多的画家跟艺术界的朋友能够来基隆交流。我在前两天那个欧洲商会的年会晚会里面，我旁边同桌及旁边就坐了英国、瑞士、芬兰跟瑞典的代表，我也亲自都邀请他们一一分别未来来到基隆这个吃小吃，然后大家做更多的欧洲的交流，所以我们很期待更多欧洲的朋友可以跟基隆发生更多美好的商务及文化的合作。Nous aident si on a besoin de quelque chose. Tout de suite, ils sont là et ils sont vraiment très très gentils et accueillants. Et merci beaucoup pour eux. OK， 我听得我自己本身也很感动。他就是讲到我们基隆，我们台湾人的人情味。哦，只要我们遇到一些状况，马上帮我们处理，马上那个人情味之让这个法国来的远道而来的朋友，那真的是。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对，就是我们台湾人情味，无时无刻全力协助、全力帮忙，超级感谢大家。基隆是台湾的国际港，过去就是台湾与国际文化接轨的最初口岸，许多异国文化已经深入社区的底层跟人文生活，希望未来透过更多的异国交流，展现基隆浓厚的人情味，让更多国际友人看见基隆在地人文的美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